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k 是等于2x 加 3y 啊，那个图中这个金阴影的这个区域哈，这个将图中阴影区域的点哦 ，sy 的话，带入呢这个 k 这个值哦，把这里面的点，就是可情解区里面的点带进去的话，那么它的最大值多，最大值多少？啊，最小值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我们呢，这个的话哈，它的斜率的话是等于三分之负二，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差不多这样子的话，它 sy 越来越大的话，它函数值越大嘛，所以这样移过去，所以最先碰到的应该是这一点，应该是这一点。最先碰到的应该是这一点，然后慢慢这样移过去嘛，最后碰到的应该是这一点，所以呢，这个哈，这是 k 呢，大 M 哈，应该等于多少呢？应该是等于这个是二乘以多少哈？零，这应该是最小的哈，慢慢过去嘛，先碰到的最小，再加的话三乘以多少呢？负，所以应该是等于负十五了。最大是多少哈？最大的话哈，是这样慢慢过去，所以的话比较平嘛。这是四负四啊，应该这个。那 k 呢？最大应该多少呢？哈，这是二乘二，加上三乘零，所以应该是四。那这个有没有可能？我们就把它带进去看看，这个是 k 哈，这是四跟负四的话带进去，没有可能的，这个是负的，二乘四加上三乘负四，这是负的，十二减八，这是负四啊，所以呢最大应该是四啊，最小的话是负十五，这个就不用算了啦，这个一定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个，这个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四的，这个是等于负十五，所以答案是四跟负十五。